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作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包括股票套牢不去停损，常常让自己的股票会越套越深。股票呢总会爆上爆下，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而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更重要的，会多不会空，行情永远只能做一半，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赔钱，进出没有证据，只能用猜的，甚至呢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来。因此呢，就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也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赚它最好赚这一段。那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很简单，因为他们操作可以赚它最好赚一段的同时，在资金效率的部分就不用去等待一档股票盘整时间，就绝对不像老派的观念一样，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等待一档股票上涨。甚至呢，他们可以赚它最好赚一段的同时，风险绝对会变得更小，因为不必要去承担任何股票任何一个阶段的回档风险。所以呢，也绝对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做到最后常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大遗憾。甚至呢，这样操作方式获利绝对会更大，因为我们所有操作只会专注在获利最快这一段，而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只能消极的一直等待股票上涨，没有获利还是继续抱的，最后常常会越套越深。而当你拥有作手系统同时，当然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活起来，而不是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一滩死水。而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我今天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平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旧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一定是100%资金买一档，一定要100%资金卖掉一档之后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5月10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39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也帮自己创出239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再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六月九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22.1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在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九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地保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九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放在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地保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8.5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3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8.5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新金牛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3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18.5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在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3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3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微强电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是1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放在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微强电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4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张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被小赚一害又再次发生。但是当你拥有新金牛观念，遗憾不但不会发生，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4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14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4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祝融这样票，赚它最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4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祝融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4.3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4.3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两天时间。但是当你拥有新经典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6号这一天，这张票100万赚的是 14.3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6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6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易奇这样票，赚它最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易奇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经验，我有事实上从6月6号到今天11个交易时间，你100万透过新经典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74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74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爆火爆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朋友在市场当中都很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可以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并不难，但做法一定跟过去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所有操作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百分之资金集中操作单股票，绝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而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这一段，也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的死抱抱手上股票一直要等它上涨，甚至呢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买卖点，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精准时机常会慢了半拍，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可以简单而且明确，所有操作资金就是百分之资金集中操作单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投资朋友股票会做的辛苦是因为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买点，当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买点的同时，会像过去一样买一档股票常常会买得太早，买在前面要等它上涨，可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要浪费很多时间，要不然就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做追价，而追价结果你所承担风险就会非常高了。而跟着做手系统要做到简单而且非常明确，
一个阶段永远 就只有一个最好赚的买点，要把它找出来。那怎么找出来？事实上很简单，就同这张票在这一天，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尾盘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之下，当然我所有会员永远只有一个做法，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好，想想过去股票为什么做很辛苦，是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哦，每一档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手上可能有五档、有十档股票哦。如果有这么多股票在做的过程里面哦，代表冲到尾可能就是在拆股票而已，在设飞镖。那相同的买点是一样的哦，过去你没有办法或不敢在同一个买点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去，原因很简单哦，因为你就不认定那个地方是一个相对低点，那你何必买它？买点也在拆，股票也在拆的情况之下，当然哦，就是有几率问题哦，做起来当然就会不稳定，而且会非常辛苦。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那种股票，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当我们有赚钱的办法，同时我们要让每一档股票都来帮我们赚钱。就同这样股票，在这一天，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尾盘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当然我所有会员还是这个做法，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善发生。所以呢，当我们有做手系统赚钱办法，同时你会发现方法都是一样的，每一档股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而且我们一个阶段的买点就只有一个，买进之后在最短时间之内一定要把获利实现出来。那为什么买在最好赚的买点？因为不要等到前面整理的过程，也不要等到涨上去之后再做追加。而我所有会员跟我看到买点一定都是同一天，不会早一天，不会晚一天，因为我的系统是完全没有参数可以改的，所以大家看到都是一样的。那相同的，我们可以再开一张股票，方法都是一样的，每一天都只有赚钱机会，但是只是你有没有拥有做手系统一个赚钱办法而已。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还是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也是唯一的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当然还是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所以呢，股票能不能做得很轻松？当然可以做得很心痛哦，因为我们有赚钱办法，同时只是把赚钱方法一直不断的复制在每一档股票上面哦，所以每一次把对的事情做一次，好事自然就会发生一次。那相同的，我也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强调的观念，既然我们不强调股票，所以绝对不要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哦，去新会员帮旧会员抬轿的问题哦。过去你在操作股票过程里面哦，常常会太过于强调一档股票的好坏。哦，告诉你那张股票好，所以任何时间都买进，啊，旧会员买进，新会员买进，可是，一路追上去的结果，可能是追到高档，哦，一追之后可能都开始套牢，哦，震荡，啊，开始整理，整理失败就开始往下掉，哦，最后就是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大遗憾，持续不断发生。但是这样遗憾在做手系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就同你所看到的，纵使你错过前面所有机会，你在昨天，也就前一个交易日，还是会有另外机会。因为别忘了，你永远是赚钱的办法。就像这样票在前一个交易日，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样的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照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尾盘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当然我所有会员都这个做法，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好，不要等到今天长红涨停带量突破，哦，再去做追加，已经晚我们一天了。我们就是要买在涨停的前一天，而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你可以去看每一档股票的买点，我所有会员都跟我看到一定都是同一天。也同样的，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旧观念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金车线02-2389-8029 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金车线02-2389-802902-2389-8029。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没有做手系统去做棋子的同时，中着一口单百分的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这种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5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867点。06呢，22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682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中呢可以挣32点。很多投票指数为什么做很辛苦，因为很简单，因为做指数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包括遇到盘整盘会被多空双杀，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进场前没有办法知道停损停的位置，所以操作上面常会慢了半拍，加上所使用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还有太多参数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下，做起来就很辛苦了。而跟着做走系统去做很简单，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就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不会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只有一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会员去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对一笔，一口当冲可以挣32点。那今天第一笔交易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空讯号。那为什么不做？很简单，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会先事先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的位置，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当然等待下个机会也就在这个位置，趋势盘不同步反向做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线上是绿色不同步怎么办？就是跟楼上颜色走，红色一定是做多。所以呢，收盘收定当然是收盘价17243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低来到214，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但是也绝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32点，记得把它发一口单。就像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